山西乡河山路是联络河美镇通往江滨工业区重要的道路。县长王惠美十号前往现场勘查中车路甲草丰路路段，发现路面已经真久阁破损，遂请工务处较紧改善修复。那个点嘛加油量，叫我觉得有一点东西都那个含油量，我们会要求，对啊，那个要求一下含油量的部分，含油量压实度哈，这我们都会要求。哎，改叫一点厚度，我有的含油量如果厚一点哦，它下雨要打起来比较难。即马呢已经办理发包，那这段期间，咱会进来协调所有的这个啊管线单位哦，包括咱自来水啦、瓦斯啦、台电啦等等。啊，因啊，即个供线要挖的，还是讲要下地的部分，互因利用这段期间来进来做相关的处置。那包括因的即、這个啊路况的即个部分哦，咱嘛希望讲伊利用这机会啊先来下地，啊，咱铺出来路都会使安尼真平平顺吼。草丰路是连接河美到江滨工业区真重要的一条道路，路宽大约22公尺。王馆长答应的优先改善草丰路到中车路段，总长大概760公尺，总经费902万，估计伫个今年的7月完工，保障用路人行的安全。公益频道赖清良线西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